王姐，我已经甲网络顶关所有黑函拢删除啊。首先，你也困了，你再家己有事的，是的。喂，这个黄玉生看起来哦，敢若要甲我拆一个班呢？啊，你是代理什么账头？要若无，伊是安怎安尼乖乖对你过来？那有什么账头？就甲妈妈尔。规定金嘛，你凊彩捏造事实，甲咱玩玩。也唔过吼，敢若三毒黑函甲回信嘞，袂当当作证据啦。叫黄玉生写悔过书，邓秋引，安尼先吼，才当证明信函是清白的。什么悔过书啊？恁家写悔过书嘞？黄玉生，你搁讲，叫你写就写。今嘛谁来写？我念你写，慧云啊，你哪有法度让黄玉生甲林美妍乖乖听你的？就用一寡小技巧啊。小技巧？是啥物小技巧？我来听看卖，我学两下。张姐，你是大检察官呢。办遐尼侪案，无遐尼侪犯人，我就不班门弄斧，互恁看笑话。哦，真好讲，煞个安尼哩哩哩。安尼我就更加想要知影吼，你是啥物手段？既然你知影，我真好心烦人，安尼就应该知影讲，无迄落啥物真相，是我问袂出来，嗯？师啊，啊你这嘛是搞危言动众犯人的新闻哦，安尼我会受气哦。死囡仔，你啊，我才要生气啦！你无缘无故去破坏因，想要从啥？你是含黑暗无够追心吗？就算你是漂亮姐姐，嘛是已经结婚的漂亮姐姐。三爷，你思想做歪呢？刚刚你不听过少逆源自己手？张姐，有人送蛋糕来啊，我帮你抢手啊。多谢你。什么领导？我无订蛋糕。之前有真侪犯人放出去了后，为着要保护检察官，常常送一寡奇奇怪怪物件。你快退好了。哎，大姐，这蛋糕我订的啦。你订的蛋糕想做咩用我名？是，今仔日是你的生日，刚刚你袂记得？哦，你可真正袂记得？那你刚好，这真是哦，你较有意义。非得解围嘛一只，那会当做伙庆祝。哎，生日快乐！哎，这别啦，我咧过生日啦。假啦，我拢免呢。免啦，假啦，免啦，假啦。我跟你讲免，你是跳过。你真是，你两个卖个啥来啥去啊？蛋糕给咪落地涂骹。医生，你给打！行人优先，行人在啥位路边，拢到路中来哦。哎，医生，你搞啥东西啊？为着我会怎么样？你让人搭电头卡，我把我名字划落去啊！拜托你，你气死我！你搞啥东西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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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搞啥东西啊？笑诶！你搞啥东西啊？我拜托你，你搞啥东西？你别走啊！搞啥东西？进来！你搞啥东西啊？你搞啥东西？搞啥东西啊？你搞我东西，搞我东西！啊！我叫你搞我东西，你别走！听讲未？你是嫌我无够听，嫌我无够轻松心，有啥不对？你拢来，医生，你别来！
去。遐尔啊多年的感情，讲放着嘛，佮为了别个查甫人来威胁我，你哪能倒啊遐尔啊凶？你要带你阿妈去死就好过。医生，你去把终身看清楚啊！高文玉根本判袂起你，是吴小白的，是这只鸟开飞鸟，你叫我跑出来的，你给我咱个囡仔，以后来杀人，你结果也就好啊！你好怕人看袂起咱呢？应该那是死，死！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好啊，紧签名。安娜，遐尔啊着急要离婚哦，是假讲加拖一天，你着愈来愈老。小心若检查官着对人走。黄医生，我知你就忘乎我，啊，不过我希望你会当替林美人设想。伊反背后姊妹啊，失去公司的信任，去让大家配碎烂，嘛坚持要甲你做伙。你敢知影，一个查某人，爱真正就爱一个查甫人，才会当做到安尼。警察你，哥做唔到代志人是你呢，稍稍我替你说说，紧签嘛。你唔签哦，静玲我先签啦。林美妍，离婚爱有两个证人。另外一个，你签。嗯。是拜托这个渣男啊！阿明阿仔，恁两个去后勤搞这些艺术了，你也会好自由啊！庆汉，为了把林会馆的代志，伊阁跟我伫生气，还是先卖甲伊见面好啊？两杯冰拿铁，外带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先这几个。那是你想了太浅啦，亲像黄玉生啊、李美人这款的人吼，我看真多啊，千错万错拢是别人唔对，要叫因检讨家己吼，那是阿婆生囝接命的啦。高维云有才调别人来自首认罪，甚至愿意甲你回失的，绝对是了着什么章头啦。黄玉生伫网络发黑函。无论你跟因某有感情，迄就是从来没有你社会性死亡啦。高伟民是因某，敢无了解伊的个性啊？若想要利用翁某情要求伊来回失的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姓汉嫁黄母啦，甲别人的某有交叉，哪会安尼？进前佮伊佮伊在一直玩，执法的人上惊就是黄母啦违法，尤其是检察官。一点问题，就用放大检视。我是咧想讲，高维云一定是利用公司来威胁黄玉生，还佮林美妍。
伊甲李美妍拢伫咧宪法上班，啊，伊个黄玉生又阁是宪法建案的设计师，你甲这关系牵牵的吼，因两个涉事伫咧高委员的手内，迄就真合理啊。讲，是毋是去杀掉高委员啊？哇！三，啊是安怎？自从咱两个入来了后，只就干那咱两个人拼尔。我来伫片路一个胖水面，是不是李美妍在甲咱滚动啊？奇怪，那彭水碧是对倒要团来啊？我哪会拢无偏去啊？塞，敢是你偏唔对？无可能啊！这个彭水碧我熟悉啊熟悉，只是想袂起来。我伫倒位也骗过，你敢知影？今麦这个状况真正足好诶，我也是想要看你，我就会当来看你。我想要陪在你的身躯边的时阵，我嘛唔免惊讲你会甲我杀走，走去找李冬雨。高爱乱，你到底爱甲我乖偌久？你安尼对待我，我是永远拢无可能爱你诶。安迪，你即马哦，还阁袂当清醒，因为你这个人哦，伤过善良，嘛是过单纯，有足侪代志拢无法度处理。等我甲周东咱两个人做伙的代志全部拢处理了后，你就会当清醒啊。安迪，来，啊。安迪，我有一挂代志要处理，我先离开啊。稍等，我叫护理师，把你送回去病房。我袂当，搁安尼互狗仔人控制啊！我到底要安怎做，才会当逃出去？我真正会使甲你斗相共吼，我是无咧惊辛苦。唔免啦，才几箱尔，即马先送去柜台后冲洗，我较要紧啊。陈子维，川迪，你是讲是什么代志？是不是出事来？我扶你起来，没事，轮椅保养好。我啊，川迪，你讲啥？哎呦啊，我打。周先生，你给我空气啦吼。周先生。我辛苦你啊！啊，你较乖哦，莫有袂叮当哦，知无？来，这个人，敢嘛是艾伦安排的人？我靠！我来，庄弟，来，回信。四爷，子伟。